今天带他出去玩。这里不错，还有鲜花、草地。飞到那上面了，看到没有？就在那里。他站在树枝上不下来。下来，下来。他不下来了，好几天不遛他，他都不喜欢，跑到我肩头上了，只顾自己玩自己的。他不再喜欢和我在一起了，那又飞到对面了。他装了只蚂蚁。过来，这里，这里。他不再喜欢和我在一起了，怎么办？是不是陪他的时间少了，不再那么亲人了？有点难过。采束花，逗他一下。这里，叼着花就走了。过来，过来。他挽起了我送给他的花，他想把它吃进去吗？他在吃，看来他爱吃这种花。还忙着晒太阳。一边吃一边还忙着晒太阳，就是不喜欢我。拿到了，让它在我手上晒太阳吧。好多野鸟在叫，他只顾自己晒他的太阳。还好，他还是喜欢我的手。也不是那么不听话。他现在又变乖了，在我手上享受起来。所以说养鸟还是要多花点时间陪它，
这样才行的。好了，那我们呢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。以后呢，我也会多拍一些我和我的鸟互动的视频，多陪陪它们。好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